是黑色的瓜，那蓝宝是蓝色的瓜，红宝结的是红丸，蓝宝结的黄色啊，就是。好了，好了。这个线解哈，没有正盘，没有正盘，不会的。走。我以为你肥料就行吗？啊，对对。这正常的，第一次上料的时候就收走。哦。因为它野味没干净的野味，它不会自动上。收上料以后上班，它第二个就出了。长期不用的时候放乱，行。只开着就行。对，我一停氮气，那你得关上，冲个一五斤氮气，它防止掉结晶了。哦。你没有氮气的话。一直开着就行。这个电机前两年以后不会正反转，接不错。没有正反转，这个怎么接的正转？哦，但是上面是不开，上面接不起。反转正转得少不了电机，也不会坏。哦，但是你不正轨啊，反转正转能用。哦，它是顺时针转的，就是这个指针一定不要超过这个。啊，你打气的话，你那一个线就够了。这个得给流量来，你要线响越大，流量越高，压力越低。压力的话是四个压、三个压、四个压、五个压都行。两边主要是两边一样，转速越快流量越大。平时就是这就是正常的转速，它要高的话压力就高了，转速越高流量越大。最大不能超过30，最小的话你10转15转就行。也行，你转速越低的话，风和这个螺丝拧开，那不对面的螺丝拧开，里边玻璃往那儿洗洗，洗洗再装上，再打开。把四个螺丝拆下来哈，现在这个状态是25了。啊，如果你变成30了，这一面哈，反过来面，这是30了。吃的那个那里边那个是什么？尾巴吧，这一块，那都要冷。这吃这个头啊，朝上以后先顺过来再动，然后把这个护板给扣上。然后固定小，把它固定好。全机器这个轮转一下，往前一送一下，然后再按手动送出，就过来了。进入系统，以行材2米为例，设置2米。无论设置多长的行材，都要多设置10厘米。为了防止堆料，设置完之后开始，需要等待6秒。然后剪掉，再次开始可以点击这里，或者是这里。上面讲一下注意事项，比如说温度的设置，我们通常建议是25到30摄氏度。下面以25摄氏度为例。这里是等待的时间，可以设置任意的时间，通常我们建议6秒或者是8秒。这里设置的时间是代表如果你在这个时间内没有操作机器的话，机器将自动停止。第一次使用机器的时候，我们建议先让它手动上料。手动上料的话是上到一定的位置之后，它将自动停止。停止之后，然后再转为自动上料。没有任何操作之后可以关机。这是现在台北的台词。那我开机。我们需要形态几米啊？我们现在如果6米，我们数6000；形态5米，我们数5000；形态如果是6米，我们就改个6000。一般的话，我们速度就是六百左右。形态一公分那么点儿，越小
速度要快。这个打完6米以后，往前走个手工台，是放这个料，放这个料，立马停那怼一怼，往前推一下，就这个意思。然后开机以后过6秒，这个6秒拿是在这边显示的，运行6秒的这个状态，它是启动前6秒，就是这个意思。现在6秒内人也没有反应，6秒以后你再按运行，它就走了。然后这个是100秒啥意思？就100秒你不执行任何机械性操作，它自己停的。这6米啊。不用。